他昨天太累了，昨天要问依依才知道。所以在饮食的部分都有特别的注意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回诊的状况还有在持续观察吗？有三个月都要检查一次，重新检查一次。他都有在复健啊什么的，各方面的可以吗？都有，现在身体什么都很灵活，都可以啊，对啊。起立蹲下可以吗？没有问题。真的吗？来来，现场表演一下，做半套，你这样做半套起不来，你怕你下去起不来是？我会扶你。他昨天太累了，昨天要问依依才知道。时间前方这边，好，这边看前方。